我是庄文杰，今年36岁，而他已经问世超过50年，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健康的味道。Mickey Prune 三季黑枣精采用来自美国加州自家种植园采摘的黑枣，经过高规格烘干技术，锁住黑枣的全营养成分，再运送到日本，经过萃取技术提炼而成。黑枣能够提供一家人最优质和丰富的营养。身为父母，我们总希望孩子在成长发育阶段能够吸收完善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黑枣精除了有助提升骨骼和牙齿健康，也能够帮助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哦。工作生活忙碌，日夜颠倒，经常作息不正常的上班族，如果想要保持最佳状态，那么抗氧化不能少。黑枣精能够帮助促进新陈代谢，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活力满分。而饮用黑枣精有助改善肠胃环境，创造健康的肠道生态，解决消化不良和便秘问题。黑枣精里面的水溶性纤维有效促进肠道蠕动，可排毒，也可以让你拥有好肤质，对女性朋友来说更是不能错过的养颜圣品。在美国，来自美国农业部 Tufts University 的研究显示，黑枣中的抗氧化含量可是蔬果之冠哦。而在日本已经盛行超过50年，是日本最畅销的保健产品，更是日本宇航局 JAXA 指定太空人的健康食品。而在我们大马，荣获多项马来西亚保健品牌大奖。Mickey Prune 三季黑枣精，让生活更有劲。